终于到武汉了，离家越来越近了。我从车厢出来以后，经过了一个体温检查，然后再是一个绿码的一个扫码，以及安检人员的检测。现在我终于来到了站口，看了武汉两个大市，我感觉很激动。现在就等着我的亲人过来去迎接我。哎，奶奶。还好的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哎，顺风，顺风，顺风。再转一下过来，要向你们吧，有点热是吧？回家喽。回家喽。首先一进站，一出站，大家肯定口罩，但是觉得都已经全部装备到位的了。在车上的时候，我看了一下子，它的人数是跟去年完全不一样。去年的话，大家都是为了直接赶往外地嘛，那人是特别多的，那人山人海的。现在回来感觉连看去年一半的人数都赶不到。去年我在雷神山医院，担任通风管道施工员，去年去雷神山的基本是空城，一个想想一个一千万的城市的，基本上一个人没看到，感觉就是有点害怕。然后，今年我回来看一下，到处都是武汉的充满了生机嘛，人到处都有人走动，说明这块防控疫情都做得非常非常好。自从从外省返乡回来后，要进行自己的健康检测。这是咱们村委会给咱就是说回乡返乡人员介绍的一个介绍信，就是上面写的是怎么去正确的佩戴口罩啊，如果发生感冒发烧等情况，立即上报到咱们的那个村委会这一块。对，这一包口罩，消毒的酒精，然后还有一个温馨提示，怎么操作的？哎，真是。我从张家港到黄陂啊，中间路途经过了一次核酸检测，然后两次消杀，三次绿码。然后乡里乡亲以及咱们街坊邻居都跑过来祝贺我回家，然后也是比较放心。在新的一年的愿望里呢，我的希望就是全国人民的身体健康，然后一直再加上就是这个疫情早点过去，大家能团圆团聚，阖家欢乐。